什么？艾尔999队长失踪了？副队长有令，所有崎岖探员返回总部，清楚没有？崎岖。大闹基地，偷走时间飞船，现在还袭击队长，绝不能轻饶他们。第一次科技革命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很好很好，时空数据马上收集完毕，还差一点时空标尺就能完全校准，到时候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太苦了。切，不就边捣乱边用假信号引开崎岖探员吗？不对，假信号我还没放过呢。只要我们这个时代的崎岖特工队没有发现，就凭这些初代小鬼，根本阻止不了我达成真正目的回到那一天。那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哦？这跟你没关系啊。哼，给我制造时空起点去。收到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马车，这剧情有点眼熟啊。那边还有怪怪事。来包薯片。不会吧，又没风了。真是的。总算出来了。根据资料，小镇的动力都变成了最原始的风力。这种怪事大家都不觉得奇怪？是时空起点，这是柠檬博士改变了影响世界的关键时刻导致的奇葩现象，对吧？没错，崎岖特工队，时空起点出现了。好，出动吧。青青，这次到底是隔壁那个隔壁？对呀，怎么换新造型啦？你的奇趣变身服呢？这个。根据分析，这是敌人的圈套，不过我也还是要行动。没错，因为你是崎岖特工队。之前飞船被袭击的时候，我的徽章被弄坏了。不怕，青椒博士能修好它。不用不用，坏掉的徽章我已经丢了。可是好了，凯奇，你这么关心女孩子衣服干嘛？我好吧。这次关键时刻是1776年，英国发明家瓦特在好友博尔顿的帮助下，造出了第一台可以食用的蒸汽机。蒸汽机？蒸汽机是一种将蒸汽能量转换为机械动能的装置。哦，懂了。蒸汽机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发明，可以说之后种种科技革新都是因为它才会出现。柠檬博士之所以扰乱时空，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比自己出名。我们绝对要阻止他。出发了，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发现违法穿越，目标1776年。放心，我艾尔999一定会捉住罪犯的。
怎么还没到啊？哎，真是还有多久啊？再不开始我要回去了。对，浪费我时间啊。非常抱歉。啊，奇怪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博尔顿厂长，到底还要等多久啊？我们来这荒郊野外可不是为了看你这铸造厂的。威利先生，请卖我个面子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十分钟，希望你别让我失信于人，不然这英国不会再有你立足之地。非常感谢，放心，敢让您当介绍人，我是绝对有信心的。划时代的发明，你赌上一切帮的那小子真办得到吗？那当然，所以我才会拜托您请这些大人物来见证。有他们的担保，发明一定能顺利推广，这个世界将会因为他，因为瓦特而改变。飞轮、活塞、气缸，这都是蒸汽机的部件。可关键的瓦特先生呢？凯奇，再这么下去，蒸汽机的发表就会取消，博尔顿可要破产了。破产？对，没了博尔顿支持，瓦特就没法继续研究了。杜哥，杜比戈比，对，我们分头找。不用了。前方发现瓦特的生命信号，附近还有高能量反应。高能量？瓦特身上有危险，快！哼，特防队走喽，锁定目标。哎，就让他来搞事情吧。嗯，温度下降了，不过冷凝器要达到完美还差一点。瓦特先生，本喵来也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冷静，我们奇趣特工是来保护你去发布会的。奇趣特工？走吧，再磨蹭你的朋友就要破产了。就是因为博尔顿，我才不能马上去。他相信我能造出完美的蒸汽机，所以就算0.001的瑕疵，我也绝不允许存在。可时间快要过了，你就不担心发布会取消吗？哼，我相信他，就像他相信我一样。所以我要做的事只有一件，那就是造出足以改变世界的蒸汽机。不行，滚！哼，我才不准呢！这也是你们的朋友？怎么可能？那是坏柠檬！叽，蒸汽喷喷，前轮大冲锋！休想！逆转光枪！火箭！看招！火箭圈连环发射！铁轮转转！不会吧！好你个破轮子，等着！驯龙战车出动！驯龙战车奇趣变形，看本喵驯龙的无影侠，蒸汽加速，攻击大本喵，前轮滚滚，什么？哇！再来，前轮大冲锋，秒。讨厌，蒸汽加速，超级铁轮转，嘟嘟。啊，嘟嘟，本喵生气了！坏柠檬，吃喵一脚，蒸汽加速，哼，再来！打不着，哎呀！蒸汽加速，看招，铁轮冲锋。得想个办法。对，就是他，每次加速坏柠檬都要喷发蒸汽，这就是机会。
力金雕腿。我最凶。瓦特先生，我们快去发布会吧。可是我的冷凝器还有一点。哎呀，那就别动别动吧。哎，出发。等等，酷啊，好厉害，完美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蒸汽机实在是太方便了。哎，怎么样，嘚瑟什么呢？就这还差得远呢。对，想要改变世界，我可少不了你的帮助。当然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三二一开拍。欢迎收看奇趣教教你，今天的课题是马路安全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哦，就像这样。在过马路前要先停下，好好看红绿灯的颜色。红灯停，绿灯行。嗯哼，咕嘟咕嘟，过马路轻轻松。不小心哦！什么？喂，没看见红绿灯吗？遵守交通规则。红绿灯那是什么？那么大的红绿灯哪去了？警告，小镇发生大量交通事故。什么？嘟嘟嘀嘟嘟。对面这种怪事肯定是奇趣特工队时空祭点出现了。出动吧，不怕长笛，奇趣出击。青青，这次的时空节点和红绿灯有关，对吧？这次关键时刻是1868年英国伦敦，机械工程师纳伊特安装世界首个红绿灯的瞬间。根据资料，最早的红绿灯需要一位交警叔叔站在旁边手动切换。红灯，绿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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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累人。尽管有各种不方便，可红绿灯确实让交通事故明显减少。蒙查查一定是想破坏红绿灯的初次安装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明白。好，那就交给本喵吧。喂，那是我的台词啊。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这里就是红绿灯初次安装的地点，议会大厦。真是奇怪喵，不是车子太多混乱才有红绿灯的吗？闪电猫，顶点车子声都没听见喵。小知识，红绿灯比汽车早发明18年，所以这时候路上塞的都是马车哦。你怎么样不早说。哇，这也太乱了吧，如果每天都这样。队长，纳伊特已经迟到半小时了。还亏我们特意来疏导交通，最后5分钟，纳伊特要是还不来，他那发明就不用试了。糟了，纳伊特迟到的话，
红绿灯的初次安装可就失败了。根据资料，纳伊特的工房就在附近，不应该迟到。这还不简单妙？根据剧情，百分百是坏柠檬搞事情。我们快去找纳伊特吧。喂，你们这么没良心，不管本喵了吗？真是的，今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到处都是路障封路？绕远路就算了。居然还天降水果！还好我的驾驶水平高超，马上就到了，我的红绿灯一定能派上用场。萌查查，说好的妨碍多多，绝对去不了呢。人家都快到了。放心，看我的柠檬射手已在那里。不，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不好了！一甩光枪！纳伊特先生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奇趣特工队，是来保护您的。保护我？难道今天这些怪事都是有人在捣乱？不急，不是有人，是有柠檬。萌查查，可特币。对，有本喵坐镇，你休想搞事情。是吗？那边有柠檬炸弹。少来，这种幼稚招本喵才不上当。不上当更好。柠檬全防合体。我的红绿灯！纳伊特先生，你先躲一边，我们会帮您拿回来的。蒙查查，把红绿灯还来！特助，琪琪，你过来拿呀！绿灯爆炸，都停！就这鸟！嘿嘿，绿灯行，快走！还好，猫咪只是晕过去了。大家小心，那个红灯射线会把目标停住。嘟嘟，我们一起上吧。嘟嘟，闭嘴。
通天拳套，火箭拳。没用没用的，超级大回拳，红灯劈，刺痛。哈、啊、哈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嘿、哎，还给你们！可可，别动！东东，啊，那里是没被红灯射到的。住的只有接触到光线的部分，也就是说，金鱼战车的另一只手还能动呢，艾尔。而且正上方，你的红灯就受不了了吧？通天金刚拳，奇趣爆发！太棒了，你这红绿灯实在太有用了。我们这种安排帮你推广到全国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们，奇趣特工队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看着点儿，小心呐！哎呦，黄金权杖是我的啦！就你们还想捉我？嗨！捉到了！啊呀！冬天扶手，嗯，就让你们瞧瞧我的秘密武器。球鞋给力吧，只要这个小球击中物体后颜色一变，被击中的物体不管是什么都会变得超重无比，想动它不可能了。谢谢你的亲切讲解，也就是说打不中就没用了吧。拉我的黄金权杖。这东西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奇趣特工队，这次算你的厉害，等着瞧，我会回来的。团长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托你们的福，黄金权杖才能安全抢回来。但是以小矮妖的性格，他一定会再来偷的。你说这个呀？我已经想到了应对的办法了。这次肯定万无一失。但是小矮妖诡计多端，您真的能行吗？哎呀，放心放心，总不能每一次都劳烦你们呀。但是凯奇，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呢？我在想我们刚才的行动是不是太顺利了。我总觉得有点奇怪，小矮妖是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。
赢了还不对劲儿，难道人家小矮妖故意放水喽？得手啦！怎么回事？树片变得这么重，我怎么拿呀？变得那么重，怎么拿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黄金权杖的事情奇怪在哪里了。不对劲的是重力球鞋，你们想想，让东西变重，不是更不方便偷吗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既然这样，那小矮妖为什么还要用它？我认为让大家看到重力球鞋才是他的目的。可我们看了也没什么呀。我们当然没什么，可是馆长呢？糟了，泰奇，馆长发来警报，黄金权杖又不见了。哦，快快来呀，骑士特工队，黄金权杖不见了！啊，完了，这下完了！这个深坑是怎么形成的？我大概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。总之，先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一记攻击。勇敢的开启，坚强不向困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迅捷闪动，启动。凯奇，变身。动不动就猛猛的出手。超能力来战斗，闪电猫变身，爱儿就是力大无穷，青春与大危机，让我们出动，强壮带发勇往直前，爱儿变身，永远的时代不痛不痛，不畏战斗是怎样狂风，你和我一起走，打败邪恶的阴谋。陆地行动，决定乘坐绿光超跑。站着，这次有点不一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吸金枪发射，我真是天才，黄金权杖又成为我的囊中之物了。陆地行动，决定乘坐绿光超跑。小笨蛋，到博物馆那边你们什么都找不到了。黄罗潜艇，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因为你那点小伎俩我们都已经识破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在众人面前解释重力球的使用方法，又故意让馆长捡到重力球，还把整个过程包装成意外，目的只是为了要诱导馆长去使用重力球，并且让他相信只要对黄金权杖使用了重力球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把黄金权杖拿走。但是重力球的重力应该是受你控制的吧？你只要把重力不断的增强，直到地板无法负荷而塌陷，黄金权杖也随之而掉落到下水道。既然是你做的手脚，那就可以解释得通，为什么馆长明明触碰了重力球，但却没有被重力影响了。分析得很好，这的确是我故意安排的，只是你们别忘了，你们还没抓到我呢。艾儿，快躲开。收到。我才没空和你们纠缠。
纠缠不休。真是弱爆了！等等，好像少了一个。嘟嘟公主哪儿去了？哇，什么鬼啊！哇，不，我的权杖！呀，咦，嘟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可恶！小矮妖。中计了！啊，你们不是被困住了吗？懒惰，那都是装的，为的就是要让你放松警惕。我们要出来，还不简单？顺便说一声，你之所以会从这条路出来，也是我们设计好的。怎么样，我这计中计中计，还不错吧？哼，卑鄙！你以为这样就能困得住我？第三回合正式开始。什么？哼，现在轮到我进攻了。哎，不好，他的目标是嘟嘟。叮叮叮，通天捕手。这也是你们的计划之中吗？不不不，这次完全是你自己不小心而已。屁！笑话，这也能困得住我？屁！重力球，难道是我刚刚踢出去的那个吗？嘟嘟说他想到了新的玩法哦。嘟嘟嘟，这个重力球你没对自己使用过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真的是自食其果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